给大家看一下这些草花。那最右边这棵就是永生菊，品种是罗森小丑，即将开败了，先把它放在下面。这棵粉色的是龙面花大西洋龟针，花量也是非常的多，以及它的香味是比较好闻的，推荐一下。然后这棵就是牡丹鸟，粉色的。这一棵是鹿威花，它是橙粉渐变色，仔细看一下是有两个颜色的，花量也是比较多。旁边这一棵是白色的鹿威花，非常的纯洁啊，也比较鲜，花量也是挺多的。然后后面这个就是白色的牡丹鸟，像个荷包蛋对吧。然后这棵是我比较喜欢的，去年也给大家推荐过，这个是粉色蒲公英，还没有完全开爆。然后这个是龙面花，花褶裙比较矮。然后这一款是山枣坠，大家可能不认识，是一款新入的草花，很容易开成球。然后这一棵是楼斗菜，旁边这个是即将开败的花毛梗，这个是蓝色的龙面，品种是蓝宝石，颜色淡了很多啊，温度高了很多，所以导致的。好，谢谢观看。